夏联居老居士有一副对联，这个大经本子后头有，做事无如念佛好啊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，无住无事，这就是染污啊，五种染污啊。第一种，我们遇到染污的时代啊，过去是无住无事，我们总认为世尊说话说得太过分了一点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翻开经典呢，我们完全承认啊，我们居住的地球被染污了啊。现在染污严重什么？土壤被染污了，水源被染污了啊。每一天吃东西，这东西干不干净，能不能吃，这在从30年前没有这个观念的，什么都能吃啊。30年前我到香港来讲经啊，什么地方吃东西都不会有怀疑，现在吃东西都不放心了啊。借助就时间的染污，这个时代啊，什么东西染污呢？念头被染污了啊，见着心理被染污了啊，心理染污，当然身体也就被染污了，生活环境被染污了，学习环境被染污。啊，学习就很多邪知邪见的这着实啊，啊，着实生在着实，没有比念佛更好。念佛的人就是有福气的人啊！用什么方法在无着卧室生活？要用念佛啊！念佛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清除这些染污，我们在染污当中能够不被染污。要念佛的功夫啊，啊，功夫好，真的会把业障念消掉啊，啊，身心清净，不受其害啊，啊，病毒到我这里来就变成清凉的，那个毒带的毒性就化解掉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啊，非常神奇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要认真，要重视它。啊，它底下一句是：“此生断为大经脉。”这个话说明白了，他到这个神来干什么？就是来汇集无量寿经。啊，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来干什么呢？就是来为住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其他都是附带的，那主要的啊，我们今天接着干的啊，是来干什么？来做样子的啊，做学习的榜样，做乘船的榜样，
做红护的榜样，我们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，无非都是为这桩事情。为什么？唯有这个法门能帮助世尊往后末法九千年，这九千年的众生呢，因此经，因此持名念佛的法门而得度。啊，其他的法门虽然好，啊，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弘扬，谁喜欢哪个法门，专攻哪个法门。啊，到最后呢，很多人会回头，会专修净土。啊，我本人就是个例子。我学佛62年，前面30年，我对净土没有信心。啊，对于这些大经大论，啊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般若》，啊，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对这个非常有兴趣。啊，下了很深的功夫，用了很多的时间。啊，怎么相信净土？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啊，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、最敬仰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这是我最敬仰的文殊的智慧呀，普贤的实践的真干呐。啊，最佩服的，啊，想起了他们学什么法门？啊，经文，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，他们是念佛往生净土成就的，这还得了？啊，这当时我们看到这段文的时候，汗毛直竖啊，受到极大的震撼。啊，回过头来再看善财童子，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，啊，入室的弟子，他修什么法门？展开53参，第一个，我们中国人讲。先入为主啊，所以第一参是太重要了。第一参吉祥云比丘，他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也给我们大开眼界。我没想到啊，再翻翻最后这一头一尾，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王道归极乐。我们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定了。啊，老师苦口婆心，我感恩没接受，这个时候对老师就特别感恩。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接受，浪费这么多的时间？啊，但是一般讲是有好处，自己不是亲身经历，建立信心，啊，别人劝告的是比较困难，啊，这是自己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。啊，这个信心发了不会退转。啊，晚年我们又遇到海内外
对于汇集本提出质疑。啊，很多人原来修这个法门的，用这个本子的，以后改换别的，改换康僧铠的本子，啊，当然也不错。啊，我们表演的更坚定。啊，前年，啊，清明，我们讲华严中断。全心全力来跟同学们分享大境界啊，细说大境界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愿心啊，不管多少人反对，我下定决心走这条路。啊，我绝不是迷信，啊，绝不是受某个人影响，没有。啊，我完全从经教上，啊，透过大经大论，才真正体会到这部经的微妙。啊，才知道这一部经足足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。啊，一切经到最后总结就是这一部经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讲到这些介绍啊，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讲实际的状况啊，生活状况、学习状况啊，微妙到基础啊，是阿弥陀佛清净心流现的众宝所成。啊，这种不思议的境界，我们不能不多说几句。啊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断疑生信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境界完全看到了。那么下面呢，给我们解释七宝有许多种的说法，念老在此地也是举个一两种，让我们啊知道有这些事情，绝对不是我们世间这些七宝能跟它相比的。啊，所以他们那边的珍宝也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是自信变现的，没有通过阿赖耶。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七宝是心现识变啊，极乐世界七宝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不珠，珠一般叫珍珠。啊，蚌壳里所生的，一白色的，最珍贵。啊，叫白珠者，珠中之上品。
价值也最高。摩尼也是宝珠啊，前面说过啊，印度称为摩尼，我们中国翻译是如意宝珠，能随人意，交流互相网络，如汉译经文的时候，佛以白珠，明月珠，摩尼珠为角落，覆盖其上，宫殿上啊，树木上啊，都盖覆着罗网，这个罗网里面细的都是宝珠，无量珍宝所成。说如是妙珠摩尼所成之网络，覆于七宝楼观蓝唇之上，极为明妙啊！啊，这是一种装饰品。啊，不但宫殿、楼观，而且连树木花草，啊，上面都用这个做装饰。又往生论里面有，往生论跟我说一报十七种庄严，说宫殿住楼阁，观十方无碍啊，这宫殿楼阁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视一样，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十方世界啊，如果我们从地球上去的，想想地球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哎，画面马上就现前，你就能看见啊，会看得很清楚啊，十方世界啊，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，智慧现前，德能现前，神通现前，相好现前，而且知道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当中你在哪些地方住过，你跟哪些人有缘啊，全都知道了啊，那真叫大开眼界啊，才晓得迷失自信之后啊，在六道在十法界流浪啊，这些状况统统现前都能看到啊，要看十方诸佛也从这个圈也能够看到啊，观十方无碍，杂树异色光，树放光，珍宝放光啊，光的色彩无量无边，宝蓝变为柔啊，蓝是蓝感啊，都是珍宝所成啊，便是普遍，到处你都能看到，楼观亭台都有蓝感为柔。又第四十二，这是四十二页，彻照十方愿啊，愿文里头有说，所居佛刹广播严谨，光影如镜彻照十方啊，佛所住的，大众所住的啊，都是同样的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阿弥陀佛希望
每个人相貌相同，生活环境一切都能如自己之愿，啊，随着自己的喜爱。这个非常难得了，啊，使大家在这个环境里头培养亲近心、平等心，啊，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没有高下，啊，但是一切受用呢，随心所欲，个人喜爱不相同。这个物质是随着自己念头变化，也不相同。啊，人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君表啊，极乐之宫殿楼观，介入明镜，照纳十方。啊，十方世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见。故谭鸾法师说。宫殿楼阁，尽纳十方，宝树宝兰啊，互为因石，可见极乐之明妙，无能比者，故云明妙无比，光明微妙，在十方世界找不到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在前面读到，阿弥陀佛，因地上曾经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取诸佛之长，舍诸佛之短。换句话说，诸佛庄严的、美好的，他统统要，就将来极乐世界都会现前。有缺陷的，不是很完美的，不要。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超过一切诸佛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。等于是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，啊，那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首都，啊，无论在哪一方面说，它都是第一，都是最优越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把目标锁定，我们决心要往生到这个世界，啊，要往生到这个地方去，绝对不错过这一次的机缘。